各位康健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院小儿血液科名誉教授林凯信医师，也是长春藤生物科技研发室的主持人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重症治疗的新契机，成人周边造血干细胞的储存。我们现在是精准致癌零时差，因为我们的精准医疗科技的进步，尤其是医疗有很多新的方法出现。今天跟各位介绍全球癌症发生率和治疗的新趋势，再来就是干细胞移植的新突破，还有要认识周边血造血干细胞储存的流程、周边血应用的范围、周边血干细胞储存的优势。那各位大家都会谈癌色变，虽然最近是SARS-CoV-2 很流行 ，Omicron 可能会流感化，所以癌症的发生率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数据，全球大概每年有1930万新确诊的癌症，而且将近1000万人会死亡，所以每5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将在其一生中会罹患癌症，每8名男性、每11名女性中就有一人将因癌症而死亡。那癌症得到以后，有没有新的治疗方式呢？除了传统的手术、放射线治疗，还有化学治疗，目前呢，干细胞治疗也是积极治疗计划中重要的一环。其主要的功能呢，就是要帮助恢复体内干细胞的制造，尤其是当癌症患者在接受高剂量化疗或放射线治疗过程中，通常他的免疫的系统好的细胞也会一同被消灭殆尽，所以如果说自己的免疫细胞数量无法回升，则会影响患者的体力以及疗程是可能被中断的。所以目前干细胞用来作为迅速提升免疫力又无排斥性的新方式。那全球癌症发生率跟治疗新趋势，还有干细胞移植的新突破呢，有很多新的方法目前临床上都已经在使用了。免疫疗法并不是采用药物去攻击癌细胞，而是利用药物或者是抽取病人血液在体外培养或改造，进而活化病人的自体免疫细胞去攻击癌肿瘤。大致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类，第一个是药物，是用那个免疫检查抑制剂，那这种免疫检查抑制剂也算是一种标靶治疗啊，不过它只要是在免疫系统，这是第一大类。第二大类就是自体免疫细胞治疗，就是用你自己的 T 细胞、 B 细胞或者是你的树突细胞。第三大类就是 CAR-T 的免疫治疗。所以这三大类当然有优点有缺点。那其中自体免疫细胞治疗呢，我们叫做 activation immunotherapy， 我们就是要先抽取病人的血液或是你储存的干细胞，在体外去刺激分化培养，然后活化病人的自体免疫细胞，好像说自然杀手细胞叫 NK 细胞，或树突细胞我们叫 dendritic cell， 然后再注射回去消灭癌细胞。而干细胞储存呢，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否快速培养上述自体免疫细胞的关键，及早储存未雨绸缪，当有需要的时候才能真正取得健康状态的干细胞，培养分化成为有效力的免疫细胞。那近期干细胞在医疗上的应用也有新的突破，好像最近例如世纪末病的艾滋病，在美国也有因患者因为干细胞移植提升体内的免疫力
而战胜这个世纪之病。血液中已经测不到艾滋病病毒，同时免疫细胞也不被干扰。那未来干细胞的医疗应用一定会让人惊叹，因为未来的发展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至少可以确立的是，及早的储存干细胞品质越好，就好像我们叫生小孩子一样，我们这个卵细胞是越年轻越好，年纪越大就是没有好的这个卵细胞。我们的免疫干细胞、造血干细胞也是越年轻及早储存越好。以前各位都有听说过，储存脐带血干细胞哈，所以选择有高品质的储存机构的管理跟人才技术，来做这一件健康有保障的事情，相信是各位所乐见的。那下方我们可以看到，周边血干细胞植物人使用率的提高，也在印证着很多疾病疗程的突破。我们看看红色的，就是周边血干细胞使用率的上升，那绿色的就是脐带血，最下面蓝色的就是骨髓。因为造血干细胞移植最早我们是抽骨髓，不过抽骨髓因为要全身麻醉，所以使用的上升的数目并没有说很快，所以上升最快的还是周边血干细胞使用率，这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在使用的。我们说造血干细胞移植有三个步骤，首先我们血液癌症的治疗为例，第一，我们需要化学前使用超高剂量的化学治疗或放射治疗，把体内的造血细胞全部破坏，但是我们正常细胞也被破坏了，所以呢需要进行后续的骨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，这是化疗前的我们收集健康干细胞。那化疗中就杀死癌细胞，同时也杀死很多免疫细胞，化疗后再回输，这就是三个步骤。那储存的流程，第一，你要先填写同意书，然后医师要身体检查，那你要打五天的血球生长激素，把你骨髓里面的造血干细胞把它赶到周边血液来，然后再经过3到5个小时来收取你的造血干细胞，然后再储存。那周边血应用的范围，绿色的是液体造血干细胞移植，蓝色的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可以治疗很多血液的疾病，骨髓性白血病、淋巴瘤、多发性骨髓瘤。下面两个图表，第一个就是血液肿瘤方面的应用是目前是最多的哈。那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应用呢，阿兹海默失智症、心血管疾病、神经母细胞瘤，还有糖尿病并发慢性溃疡、脑中风、肝硬化、第一型糖尿病，还有糖尿病并发下肢缺血，这个就是再生医学的一个范畴。那如果说我们要做液体的移植，我们一定要去配对，那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，配对的几率1万个人才可以找到一个来捐赠他的造血干细胞。那如果说同父母的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，配对几率4个就有1个会找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造血干细胞要拿周边血干细胞储存，还是要抽骨髓，还是要用脐带血，有什么优点跟缺点？那周边血干细胞储存的优点呢，就是它风险比较低，它除了事先需要注射白血球生长激素，然后采集过程就跟捐血小板一样。那这个白血球生长激素不良反应率很低，收集周边血干细胞安全，容易不排斥，不像骨髓要全身麻醉，所以不用手术，也不用麻醉的风险，那恢复期也比较短。所以周边血干细胞储存的优势，它效率也比较好，数量也采取比较多，它的活性也会比较高，不同于脐带血，细胞的数目是有限的。
那接受疗程后抽取周边血即可量大，可供多次的回注，所以它的安全性高，然后它的效率高。最后就是要跟各位讲，我们造血干细胞的历史就是从骨髓开始，后来有白血球生长激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收集很多的周边血干细胞。那脐带血当然以前有很多，不过现在要收集脐带血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了吧，现在只能趁年轻的时候，健康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把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储存起来，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。那谢谢大家的聆听。